你说一遍，再说一遍。景老师的爱人不是他爱的人。嗯。景老师说要炖的鱼不是他炖的。来个说法吧，来。这咋说法呢？确实不是我炖的。景老师不远百里地干回来，说给他爱人炖鱼吃。哎，这位是他的爱人，我的亲生父亲。啊，真香！哎呀。但是呢，这个鱼呢，还不是我妈炖的。有啊，还不是我妈炖的。真正的幕后英雄是谁呢？来，跟随我们的镜头。真正的幕后英雄在这儿呢。鱼也不是景老师炖的，菜也不是景老师做的，我舅奶整的，还没整完呢。我老舅们是有功之臣，也不知道你是你回来干啥来了，大张旗鼓的。你是不是怕你爱人跟别人跑了啊？来回来看一手啊，回来看看跑没跑啊？跑没跑？可真是回来看跑没跑啊？啊，跑了，完了让我给调回来，调回来，总调多啊，跟电话追回来了。行了，大家伙有个交代，哎，鱼虽然有点碎，但是非常非常好吃，非常入味。没买，明天还去呢。这是酱焖三道林，刚摘的豆角、土豆子。土豆子是以前的，豆角是刚摘的，一会儿还有那个黄瓜菜，是吧，老妹？还有什么饭吧？有很多人都问，说是你姑家老妹，不是，这是我亲戚家老妹儿。还有黄瓜菜，还有一个尖椒干豆腐。行了，他爱人，跟粉丝说拜拜。哎呀，嘴忙了你。舅爷，舅爷孙子，好了，拜拜，兄弟姐妹们，吃饭了，嗯。